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啾啾鞋。最近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戴口罩已经变成大家很习惯的一件事了。像是呢，我最近看刚打完的法网，那观众呢都坐得很开嘛，然后每个人都要戴口罩，连线审跟主审都是戴着口罩的。就每次看到这种运动转播，然后所有观众都戴口罩的画面，都在想说，要是让一个2019年的人穿越到现在，如果他看到这个直播画面，应该会很困惑说，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不是这什么平行时空吗？那戴口罩当然也造成许多的不便，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接触的时候呢，大幅减少了脸部表情所传达的一些情绪啦、表情语言。虽然说像我这种天生臭脸的，可能反而是好事啊，但是少了面部表情，很多时候可能会无法确认对方讲话的真正意图。比如，如果是重要的谈判、会议，或是面对面进行销售等等的场合，有经验的老手其实能够从脸部表情做很多的判读，那少了脸部表情就无法判读这方面情绪上面的资讯。还有像今年的法网啊，拿到冠军火枪手杯的当下，他都已经眼眶泛泪了，但也是因为戴口罩的关系，就没办法看到他很激动的表情，就觉得很可惜啊。那有没有办法在戴着口罩的情况之下，还是可以知道口罩下的表情呢？最近啊，就有科学家想出了方法，让人即使戴着口罩，也能够看到被口罩遮住的脸现在的表情哦。而且呢，他们用的东西你绝对想不到，那就是耳机。没错，这个是由康奈尔大学资讯科学系的研究团队所发表的研究成果。只要让人戴上这副耳机，即使戴着口罩，也能够知道口罩下的表情哦。那他们怎么做到呢？原来呢，他们是利用在耳机上加装小型的相机，并且呢，用相机去侦测摆出表情的时候，脸部周围肌肉的变化，再利用深度学习的演算法，只要让演算法大量学习脸部表情跟肌肉变化的对应关系，当演算法训练完成以后，就可以由这两者的对应关系来反推出脸部表情了。接着呢，只要先扫描没有戴口罩时候的脸，再把这个脸部表情的资讯套用在这张脸上面，就可以重新合成出这个人如果没戴口罩的话，脸部表情会是怎样的了。不过啊，现阶段这个耳机还是需要连接到电脑上面做运算，而且画面也还是会有点 lag，基本上也只能够判断几种有很明显区别的表情，或是很清楚的咬字而已。但这就已经能够有很多种用途了。除了透视口罩以外，比如说无声的声控系统。现在如果你要用声控系统的话，那就是要发出声音嘛，废话。但是用这项技术，它直接用耳机判读你的嘴型，就可以做到几个简单的指令了。或是像他这样子，可以用脸部表情发表情符号，这也是蛮有创意的啊。所以，即使是跳脱出戴口罩这个使用情境，我觉得都还是蛮有潜力的一项技术啊。那这个技术如果发展成熟，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以后呢，我就想到有一个用途，就是像我们 YouTuber 在疫情期间，如果你是要出门拍 Vlog，但是又无法脱口罩的话，其实影片效果就会差很多吧。那这东西其实就是资讯的整合啦。假设我可以用比如苹果的 AirPod 来侦测移动的资讯，然后把这个资讯呢传送到我的手机上面，剩下的其实就跟我们用很多那种 IG 啊或者是 Snapchat 的特效滤镜是一模一样的技术，就是在脸上贴一个面具而已嘛。然后呢，依照脸上的各个锚点来进行变形，这样。所以这样理论上技术成熟的话，就可以做到，即使你是戴着口罩用手机拍片，还是可以拍出像没戴口罩一样的画面的。不过当然这是很理想的情况啦，还是有很多问题要克服的。但总之呢，我觉得这个技术很有趣，也有一些实际用到的场景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想怎么利用这项技术呢？留言下面让我们知道喽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公布一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的那个问卷调查啦。那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说你有没有内心的独白？你内心有没有一个人在跟你疯狂的讲话？那调查呢有57000多则回应哦，非常踊跃。其中有96%的人都是有内心独白的，但是呢，还是有那非常少数的4%是内心完全没有独白，而且完全没有声音的哦，非常的难以想象啊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是问说你是不是那种极少数的内心没有画面，就是无法想象在脑袋中想象出画面的人的，居然有高达15%的人说他们是内心完全没有画面的，而且呢，总共有28000则回应哦，这个量也不算少。那支影片里面讲到嘛，就是这种人大概只有2%而已，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悬殊呢？就是2%跟调查出来的15%，
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犯的错误，就是我可能中文上面让大家搞错了，就是我在问卷上面写说你是不是内心没有画面的人，但我猜应该很多人误解，他就是觉得说我填否代表说我是内心没有画面的人，就是直觉上面好像否应该是没有画面，但是那题否是有画面，所以第二个调查结果我觉得就不太可信啦，反正就是一个数据这样子而已，应该也不能够当作参考，所以这是比较抱歉的地方。但是我觉得第一个调查结果是还蛮准确，也蛮有意思的。有 4% 的人是内心没有声音，没有内在独白的哦，真的非常难以想象啊。好，这个就是上一支影片的调查结果啦。那最后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赞，订阅频道，按小铃铛，还有声号的表喽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